我们要讨的是我们的尊严，我们要的是属于我们的百分之百的权益。这笔钱从哪来的？政治现金。你有看清楚你自己？这个世界充满了陷阱和诱惑。你们私底下达成了七成的协议，那工人还是损失三成。余俊波会接受的，他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正义。 可以说了，不能让他知道。为什么不想让他知道？每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欢乐台，哇，陈怡君。